不是，老张，老张，只有三一套炸弹的呢。这鬼啊，啊这药啊，钱够好吃。哎，嘿啥？这都冰村的暖菜啦。冰村的暖菜。好啊，就这，帮我包起来。包。我的菜哦，这冷暖的哦，搁咧头暗这食堂的买菜钱。不要紧啊，小蛋来哦。咱两个好好给创立一个，好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拍死，拍死啦！亲家长啊，叫我们家看了。哎，快进，进，哎进。快手，快手，给你手打你！啊，你手完了吗？你啊！好啊！好！喂，家长，好，哎，大家快见看，我人生到这年头，讲家长加赛啦！加赛啦！好啊，天能诶！你是跳高一点吧，看完再修理你。脏了！哎，你快用力！哎，你快用力！来呀来呀！哦，慢点啊！关给你了。哦，就到。这个少年的细路，敢讲跟老家是同有什么关系噶？那大人英明啊！我就是老家是同的大少爷老兵良。哦，哈哈哈！厉害厉害！当今卖有什么经验啊？这个三杯镇的危机。关联着整个的世界，假使若无顺利解决，日本人恐惊会把庄内庙宇拢毁掉。到时阵，天界吸收袂着香火，对咱影响会真大。来收。菜拢坐啊，趁少人。哎，这菜里底，你无看到一项叫做安喏啊，金龙玉凤献菜羹。孙祖大人，你才多久呢？你要哪会知这道菜啊？我少年的时阵，搬来过这个所在，吃一遍了后。因为拢无都放袂记，所以我就恁讨一件代志，就是要来恁老家食堂，要来食这味新鲜的滋味啊！嘿嘿，听伊安尼讲哦，我嘛想要食看卖这新鲜的滋味是啥物。臭大兵的啊，你敢捌食过这新鲜的滋味啊？孙祖大人啊，你真正是内行呢。阮老家食堂哦，是街头巷尾通人学咯。不管你想要食菜卷、鸡卷、虾卷、豆卷，我拢一定煮给你吃。哈哈哈！娘，你那青菜答应大人啊，这样菜都来啊，过新年都不能要煮啊，我哪会晓啊？是啊，你别走。喂，恁两个踮在此处处是咧讲啥？敢讲？恁无法度做出这项菜，真好。那安尼，恁这个老家食堂的看板，我看会使退掉啊。